Michael，帮我，请联络方式，或还是想要知道，只要是这个，像Spa，他就是用这个来做取餐。那再过来来讲的话，我做的是数字机，数字机来讲的话，像这几个。哦，他有跟我们合作，以前跟我们代理买了很多我们的其他产品，对不对？三年前就买，像跟你讲，对，他代理我很多东西嘛。 有一天他说啊，我也要做呼叫器，那我可不可以挂你的厂牌？那每一台给你里面的配，就是说我挂一个 brand 是多少钱？那我想说我你都有跟我买其他产品，那你自己设计，那我就卖你厂牌，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你能百分之百确定那个百分之百确定不是在台湾生产，百分之百也不是你们，不是我公司的啊。